所以讲啊，啊，老岁仔人甲恁讲一句话，加减啊，捏捏心，加减啊，捏心，捏捏变哪是啊？啊啊，叫做色啦，加减啊，捏啊。捏到尾啊，就捏出你家己一捏出来圆啊，一捏拢你家己食。啊，啊捏心到尾啊，就捏盘。嘿，啊，但是心爱捏哪就准啊，捏哪就不准吼。吼、哦，生死流浪，苦海无边，永远拢是轮回不止啦。好，先把我这个讲完之后。在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，你们可能会比较清楚。哎，讲到的人要悟道，但是不能悟道也帮助你去悟一点点。嘿，上去讲，我老黑啊，听看恁讲了的程度如何？讲出来拢是文绉多兼文理多啦，讲来讲去，啊，安尼修道赚到偌济年啊？恁得偌济年啊？啊，来给你点点多久啊？三十九了呗。哦，算起来嘛是不清楚啊嘞。女啊。哦。姐姐啦。大家点落去，唔通白点哈，你们通通是一样啊，大家拢是休闲。这点落去点到今嘛，赶快搁在工作里拢落在文字道上面，那不是赶快？啊，工作在文字道上面说没有啊，我现在都有用心下功夫。好啦，的确是有进步一点点，不在文字上打转，但是都是在心上面打转啦、啊。所以啊，赶快不灵更新啦、啊，先甲恁讲个清楚，如不灵明心，如何灵更新？灵明之心没呀、啊。令令他人之心，令令自己之心，众生之心，一开明明朗朗，但是用心来放心啊，难免落在心上，所以啊，分别妄想一切拢嘛，全是妄妄妄妄想的妄，还是在妄上面啊，所以你只要。用心，但是用心甲用在为安怎？我的心，佛祖的心，佛祖心，我的心，我的心，甲佛祖的心安怎袂调整好？再同款，伊是安怎调出来？伊是安怎？是安尼生？你慢慢啊去甲调，调到尾啊，就变你个。调到尾啊，你找无的时阵啊，敢那学心做数学题目。你若家己无去做数学题目吼，啊老师甲你讲答案吼，迄真多害你个啦。啊，所以讲你都要家己去想答案，想我到想袂起时阵，佛祖再来甲你讲，家己去体会看卖啊。可以，家己选，看你要选多一段，先抢的先赢。